山谷里的小河，唱着你心中的那首情歌。亲爱的舞友们，大家好，我是糖豆春英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支藏族舞蹈《月亮下的巴拉歌》中，下面为大家分解舞蹈动作。正面第一组，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八三二三四五哒六哒七哒八，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哒六哒七八三二三四五哒六哒七哒八，再详细的给大家分解一遍啊！注意我们站立的时候稍微偏舞台中心的右边一点哈。来，我们的帽子。不要在自己头上，稍微高一点。好，落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掌心，啊，反胯手，掌心，好，收过来，落下去，弹腰。好，帽子不要这样斜的，落下来一点。好，再翻过来，在这里下来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翻过来。好，然后上来的时候，把它端好，也离开自己的。头远一点点啊，三步一抬，好，抬了以后，我们这个一定要摇起来，好，抬了以后转过来，孔雀回眸，四个方向，三四，然后又是一个三步一抬，啊，要这样摇起来。第二组正面，好，我们接前面，不怕手，脚抬起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八、四、五、六、七、打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三、二。三四五哒六哒七哒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哒十，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哒四哒五六七打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三二三四五打六打七打八四
1、2、3、4、5、6、7、8、9、10。再详细的给大家分解一遍哈，注意我们的往左跨的时候，帽子看帽子，主要是帽子。好，帽子的帽尖跟你的右脚的脚掌在一个直线上面，不能这样斜的。好，你人往左靠一点。好，注意这个帽子这样翻过来，手落下来的时候放到最低，不要这样拱起来。好，下来的时候，它帽子这样翻，左右抬。然后你抬右脚的时候有一个定位，不要紧掉下去哈。来翻过来，打二，打，往后退，翻，这个注意哈。你看翻过来，一打，二打，三打，四打，八打，好，左脚跨过去，练，对，二点哈。好，从这里翻过来，看八点。这个帽子注意，我们在转过来的时候呢，转帽的时候，手从这里塞过来，不要再从远的地方啊，翻过来这里翻，来注意这个动作。落帽子下来的时候，刚好我们两个膝盖都蹲住。好，在往前走的时候，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不要放脑袋前面，手不动，你人摇晃就够了，手不动，往后退。退了以后，这里注意，落下来，手在帽子里面，往右，斜打开手，看脚尖，看这里，右，手在里面，这个动作是一个这样圆，圆，这完了以后呢，起，晃，等于是两个圆，然后手盖住左肩，左手扶胯手，稍微侧一点点，哒哒哒。第三组，正面接前面，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六七打八二打二打三四五六七打八，然后重复一遍的时候，我们的手从这里转过来，转过来再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往右边来一点，接前面的动作，因为这组动作跳两次，背面，五、六、七、八，一、二，哒哒，三哒，四哒，五、六、七、哒，八，二哒，二哒，三、四、五、六、七、哒，八。重复一遍的时候，这样重新绕一遍哈，从这里绕弯，绕弯到后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往右边来接前面的动作，再详细的给大家分解一遍哈。注意我们这个是稍微侧一点，对二点。那走的时候呢，脚跟看这个哈，一、二、三，一定要这个脚跟脚底板。不离开地面，整个舞蹈跳藏族舞，大家注意，我们都是保持一个屈膝的状态，不要这样伸直，都是屈膝。整个包括这个动作包括这个颤走都是一个保持一个屈膝的状态接过来走一搭慢动作，三的上前两个，退后上前，往后交叉注意这个动作，看。然后这里手迅速的，左手扶右胯，这里绕一个小小的圆脚跨过来，注意帽子的方向。好，我们在转弯的时候，迅速的把左手移到后面，掌心反胯过来以后，过到这个位置右脚注意落下来，注意眼神的方向，帽子也不要这样掉下来。看台前不摇，就这样抬，一步一抬，脚抬高一点，哒哒哒，第二遍重复，再走到这边，都要保持一个，看这样的体态，
第四组正面，好，我们接前面等于接到这个哒哒哒转过来啊，转方向啊，浮胯手，左手浮胯手，好，往后走，一、二、三、四、五、哒、六，这个要七、八，这个是快速的，好，转过来，二、三，孔雀后按摩，然后结束，好，背面。五、六、七、哒、八，往后走，二、三、四、五、哒、六、哒、七、八，这个动词一个迅速的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好，过来，一定要转到这个方向，结束。亲爱的舞友们，在跳藏族舞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这个手的时候一个屈膝，然后我们的手不是兰花指，也不要撑起来，就是一个自然手，手臂在摆在这里的时候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啊，包括这个帽子起来都不要这样撑啊，都是一个放在这里，也是整个手臂注意一个放松的状态，看屈膝前行拖步啊，你看都是拖步。藏族舞，月亮下的巴拉歌中，希望大家喜欢，谢谢。